所以现在又是我的错咯，本来就是啊，从来都不听我，又没人叫你道歉，不道歉可以在学校混那么久，真的不一定。一对难以沟通的母子，其实说好不好？啊，一场意想不到的邂逅，这边的嘛，我最喜欢你。寻找消失已久的平衡，4月12日晚间10点，华视剧展看高慧君的《十日单身》。